这样早起来这么晚？哦，我是怕今天是最后一天带你去学校了，因为明天就 CMCO， 搞不好今年你就是上这今天最后一天了。不是上主席？啊，对啊，我是说小学咯，所以我想今天陪你上学，去小学的最后一天。可能的最后一天。对了，开心哎，放假。你可以讲讲，我总没有开心还是伤心哎，各有一点。那同学如果没给他们写，就放假了。有可能。可是我都不懂家在哪里。六年不懂得家在哪里。没关系，不重要了、哦、有缘会再相聚，既来之则安之。 OK， 等一下我就记录你上学的过程。好，等一下见咯。今天考试吗 ？OK， 拜拜。拜拜。妹妹，是不是给妈妈猜中了？对。妈妈讲今天是上学的最后一天。你呀。一直上课啊，哎。然后就这样草草拍个毕业照，随便拍。对。连跟老师 say bye bye 的机会都没有。这里这样忙，毕业了这样忙啊？还有功课做啊。不用做了，都不用去学校了。功课就谁有拿到了？要把明年一年级的做的。哦 ，OK， 这是他的离校后的第一份任务。哎，那个同学录都没有给他们写，就这样毕业了。惨了咯，那纪念册也浪费了。